小户比边街森后失踪案。68岁林亚花失踪约42小时后，不幸被发现死在河边，今天中午12时许。37岁女儿林丽霞接获到马来朋友的通知，得悉在柏林花园苏特拉路甘榜河边发现她的母亲尸体，因此即刻与丈夫黄伟超赶往认尸。